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显然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我想我们学了佛的动机啊，动机那就是一种大乘佛叫悲心啊，事情好好坏坏我们都用悲心来对待啊。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因缘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影响别人，最主要是你要成佛，那不离菩提心，这种自然的影响力，这种随缘的力量，这个比较重要啊。所以那我认为这是不分在家出家的啊，不分在家出家的，所以一个在家人也可以影响世界。昨天我们在树立菩提讲的啊，我们邓居士给我讲了很多他在大陆推广佛法的一些过程，以及影响了多大，我就一直给他赞叹。我说对啊，真的是这个跟钱没有关系，这个用心有关系啊。所以虽然钱可以布施修很多福报，但这个福报如何转为能够不间断的弘法利生，影响正面的在这个社会上，那这个要有很大的累世的智慧啊、资粮啊、因缘啊，不然也没办法达到这些状况。那我们内心除了随喜赞叹啊，但是邓居士给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海涛法师，我看你看那么久啊，你影响力没问题，但是呢你们的这些佛学的教育的部分啊比较欠缺啊，让大家来参加法会完了大家就走啊，要长期性的教育可能还是要有一个通盘的规划，不然的话人来来去去啊，这个意义也不大，甚至每个人都执着自己的一个法门，这也不是佛教的整体啊。那我认为这些应该好好的去，我们要好好的吸收。所以我觉得各位，像各位是在家居士啊，我也很鼓励各位多多去其他道场，只要道场是正知正见的，只要法师是正知正见的，我们都要去学习，不管是道场，因为我们行菩萨道这不分在家出家的啊，但是包括其他宗教，其他世间法做得很成功的，比如说这次的贤举，我都会看啊，这个人格发展，他的心态，他的动机，他的讲话的模式啊。那一天我看到一个什么台中的姓陈的年轻人，哇，那个叫辩才无碍啊，哇，国语台语下下九啊，而且他还讲话，他真的有号召力，他从一个小兵变成一个黑马，对不对？这个人家的人格特质你要学啊，那你不能说哎，那个又不是佛教徒，那这个讲法你就不可能成佛啊，你只是用这样来覆盖自己的缺点，只能这么说吧啊。所以菩萨以五明处学，以十明处学，只要对世间有帮助的你都要会，不然怎么叫菩萨
啊，菩萨落地也无半脚，叫菩萨吗？啊，所以你随时要救苦救难，要买食物给对方吃，要供养三宝，你钱都没有，代表你福德质量不够啊！你怎么追求智慧呢？福德质量不够呢，你怎么圆满菩提心呢？所以在这一点，我想各位有机会还是要去反省检讨，杀盗淫妄酒。我身体那么糟糕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钱那么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感情生活人际关系那么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我唱诵辩才这么糟糕，怎么办？但是千万不要以少知足，或是抓住自己的某个优点而产生一种执着傲慢，然后呢就不想要再进步了。所以永远记住，唯有成佛才是究竟慈悲，能够帮助众生。那为了如此，我们要广修功德，累积资粮，所以圆满种种。为了成佛，你当然要读诵大乘经典，你要把所有的经典想尽办法去浏览，找到重点，因为这个都是为了成佛，而不是为了讲经说法。但讲经说法也是为了慈悲，那还可以，不是展现自己好或不好啊。所以是为了成佛。所以我想，如果每个人不分在家出家，他的动机是为了成佛度众生，那大家和和来做事，那就非常好。所以在这边我也要，新的一年我也跟我们很多法师居士都谈了，旧的一年过去了，每一个人应该升起一个对整体法界乃至众生的一个承担责任感，尽自己的因缘能力去推动佛教，去让多一个人能够学佛。因为你没有去动的话，你自己也不会动，对自己也就会有，我认为业力跟愿力啊，你每天在谈业力也谈不完，忏悔忏悔不完，烦烦恼恼，你还不如变成一种愿力，这个愿力够大就可以超越这个业力啊！不要把痛苦的事情不断的去重复啊！所以哪里痛哪里痛，你赶快去帮助别人，你会发现不痛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所以这佛教讲法是利他的慈悲的力量，就像地藏本愿、观音救苦、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，那当然他很容易累积资粮，也超越自己的业障烦恼，也很容易达到一个空性菩提心的修行。但是如果少了这种愿，大乘佛教都是为了这个不圆满在发愿。所以讲到这个地方，希望大家，这个世间有太多的不圆满，如果你要抱怨，抱怨不完，但是所有被你接受到的不圆满，你都给它转为你的愿，那就对了。但是千万不要让别人的不圆满去干扰到你自己的修行，甚至造业，甚至退转啊，这个是划不来，依法不依人啊。所以反正现在佛教已经是公开的，修行要自己去点点滴滴，而且修行我师父常讲耐得起孤独啊，别人不见得理解你，你不见得了解对方，但是佛菩萨永远了解我。所以你要，有时候我认为在佛教里面，以前我在道教拜神拜得很虔诚，我都觉得神都在，后来发觉学佛以后，很多人发觉佛不在，那只是一个相，这是比较可惜的那一点啊。所以各位要觉得佛菩萨随时在你头顶，在你心里面，在你心里面啊，就像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佛不在我脑袋里面，在我心里面，心里面这尊阿弥陀佛就慢慢放大，慢慢我越认真，所谓认真是我符合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然后既然阿弥陀佛融入在我整个生命，然后阿弥陀佛融入于法界，所以我的整个身体就融入于法界，都在展现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。然后呢，九品悬念丁登彼岸，因为这样来念佛，放出了无量光无量愿，这样你自己去愿意发这样心去观修，为了一个往生者，那把往生者，你对往生者的助念变成对上供下施的圆满，那是对了一个肺炎，那你在念这个雀瘟神咒的时候，针对的是所有过去因为传染病、各种肠胃炎、各种流感，无论如何希望他们往生的得超度，现世的
了解这个道理，然后大家尽力就对了。所以因为大家都怕，但是防不胜防啊！你怎么知道 你去外面走个路，哈啾一下，以为发烧等于得肺炎了啊？所以因为你什么时候得到感染你也不知道啊，因为他看不见。那现在唯一能够做的是自己的一个善业忏悔，一种佛菩萨的加持，这个雀瘟神咒带了一大堆啊，金刚盔甲，然后就刚刚我提的一定要孝顺父母，不要再杀生吃素，对不对？少一点贪欲，广修功德，而不要去制造众生的昏昏扰扰的事情啊，尽量把这个世间的事情转为一种利他的愿，而不要今天你要讲一个公司不好啊，永远讲不好，因为这个世间没有圆满的东西，如果有的话就解决了嘛，都不需要有佛法，不需要有极乐世界了嘛啊。今天你跟你先生相处，你要去讲他的不好，他实在有一笔无量的不好，但是如果你要去想他的好，哎，他给你生一个儿子啊，透过你先生或透过你太太给你生一个女儿啊，已经很满足了，对不对？不说什么的了。虽然他对你不好，他对你好，他对你爸爸好，他对你妈妈不好，如果你要去讲这个不好，你要把这个黑暗扩大为大黑暗也可以啊。啊，那这没办法。这所以从内心里面去了解自己的心态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场。所以我想我常讲一句话，这个世间的一切人事物可以不圆满，但我心必须圆满。为什么？一切唯心造，我的心圆满，他才会朝圆满的路这样去走。千万不要诸法以后我想要去主宰改变什么啊！但我现在这个讲法这是我的心态，但是我不是要去改变各位，因为各位有缘就听听，没缘就睡睡啊，因为佛度有缘人，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起心动念，因为保持极静那是一个基本的修行，平静的慈悲，慈悲离开空性离开平静就没有慈悲啊。那离开空性的慈悲那就没有能力，你对事情的分辨一定会有错误啊。所以那各位要保持，生老病死来了，得肺炎来了，家里有人意外了，家里儿子换他得病了，你不要急，对不对？越急事情越糟糕，那这个时候此时正是修行时，保持一个佛法的一个了解冷静，保持一个对外的平等的悲心，然后佛教的偈颂这么多是要拿来用的。所以我谈到这边也借这个机会，各位有问题吗？好像很少人问我问题啊。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有好处了，对面不问，私底下跟你谈很多啊。那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在医生面前什么话都不说了，那医生怎么知道你病在哪里啊？也就是说我发觉很多人是要求别人多哟，然后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问题，那这样就对你没有帮助啊。然后每个人最好的方法是这个医生护士可以把你所有的问题找出来，然后呢解决这个问题的药也给你，那就最好了。那所以新的一年各位一定